没有那么苛责，我们会拿旧的人来剪，就是会有化学实验剩下来，他们用旧就会那个把它那个再接二十一抢一把来，然后你用新的，我们用旧的啊。这个会不见，小朋友说老师我要摘一只，几几不哇，剪几几几花了，但是你就觉得你是一直跟我要，好像也不太对，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贴上一个胶带，你就可以看得见它，就可以回收回来。好，那到这里 OK 吗？我看有个乞丐，就这边按下去，那就电阻。好，然后又过头了，好，不管，就是上面其实是会把你看得见把水慢慢抬下来。所以这个贴的位置也是有一点点讲究的，那也是可以贴一点点，或两边各贴一点，就是左右两侧各贴一点。那有些小朋友因为没办过国中或是国小，老师这好丑，哦，真的很丑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会用胶带，就是一个胶带，这个胶带比较细的，就是他们胶带两边一个正方形的胶带两边折起来就是一个三角形。对，然后留一点点就要遮起来，粘在上面，它就有翅膀。那头也一样，剪点小小的，然后做一个小。